每天一开门你就冲过去了，阿尔法。外面有啥，阿尔法？外面有小狗还是有小猫啊？哎他，你咋没去看呢？你来干嘛？嘿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干嘛？你过来干嘛呀？你怎么不去看小狗去了？我们没干啥，我们就在这儿玩呢。我去看你的小狗吧，啊、嗯。阿凡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看狗去啊？那就看你的猫猫狗狗吧。快去吧。吃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吃啥呢？啥啥都没吃，还在这说话哥、嗯、哎呀，快点！哎，嘿，再来一口啊！哎，再来一口！哎，再来一口啊！再来一口！怎么了？去看去啊！你怎么不看了？快去看看，快去那边看一下这个猫猫狗狗的。坐。嗯，你咋又过来了呢？你看到啥了？你啥也看不到吧？你这么矮个的。嘿，我这果然有个面包。好了，没了。快去吧，本来是觉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在那等小狗。